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，什么这边天气还是比较冷，晚上比较冷。中午要暖和一点。这奶奶身体一直都是这样子吗？是偶尔这样子？算是偶尔这样子吧，有的时候好了就是要好大半个月，然后就突然就又脚又疼，就容易痛风嘛。哦，这个痛风应该是那个天气引起嘛？天气冷的话，对，天气冷的话就天气一冷，它就会痛。对。那个二妹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也差不多要回去了。我们在城里那个开了房间呢。那不介意的话，你们就在这儿睡嘛。你们跑上去跑上来的也有点麻烦。不用，我们在那个城里开了房间了，我们上去住，然后明天周五再上来，好吧？那好吧。你要照顾好奶奶，那种啊。嗯，好。那表哥滚下来了，怎么了？这是？苏醒没有？怎么滚下来的？大白天的少喝点嘛。你们家我有好妹要开始啊，还没走啊？我们再照一下就走了，再照。要别急，兄弟，杨哥，快坐，快坐，走，来，我们照一下就走了。大哥，你照一下嘛，大哥。慢点。我送你回去吧，我去送我表哥回去嘛。来，我你拿着，我说过去。阿妹，你来，你坐吧。可以。走，我家。那孩子也给你。你在忍不了，然后手软了。这样，弟弟。慢点啊！你们两个慢点啊！慢点。慢一点啊！对。那收回去，对。看不见，听不着，想不成，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只狗，一杯酒一夜。